好，带您看到是两岸之间的状态，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发布了一个最新讯息，28架共机呢，昨天傍晚说四面环台，那他们甚至还配合了共建，在联合战备警巡。这次呢，看到了歼16，看到空警500，好，可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其实网络上面看到的是另一支 MV， 因为8月1号算是他们对岸啊、解放军建军是97周年，然后结果呢，在 MV 里面看到了歼20、歼16，通通都来了啊，甚至还有052D 啊，这里面呢，通通都用繁体字，而且呢，还告诉你这几个字，其实上一次在做这个环台军演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这几个字，就这几个字，锁有没有？尽锁即断。好，回过头来，什么叫尽锁即断？我们这边呢，直接告诉你，厉将军讲说，尽就叫做接近嘛，因为他其实越来越迫近，你也看到他们不但是越过中线，越来越逼近我们本岛这一边，然后呢，开始就是锁，也就是呢，这边把你整个锁起来，让你出不去，然后呢，即就是发动攻击，断则是断绝其他外援，包括是美国这边或者是友军盟军这一边的援助。好啦，这么样一件事情国防部看到了，所以我们马上给他回过去，我们回给他一个什么叫坚守国土。好，其实呢，坚守国土呢是我们国防部在3号这边所推出的一个影片，要告诉对岸就是我们绝对有信心会守住我们的国家领土还有主权啊。同时呢，其实过往我们不是也才刚结束汉光吗？所以其实呢，国防部就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通通有在准备，大概唔免惊。但是华友反而帮我们有一点的紧张，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了台湾这边教官人力还有设备是短缺的，所以呢，他特别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部片《零日攻击》。他说，当然啦，这个情节呢是虚构的，但是对于台湾人备战这么一件事情，看得出来大家是很悲观的在做评估。可是也有国防部的官员在讲，他们特别提到了说，现在的状况就是真的人不够哎，你记不记得在选举前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讨论说一年制的义务兵之后可能会去做什么训练什么训练，结果好啦，现在发现这个经过挑选的一年制义务兵要学那些无人机啊、刺针等等，可是人不够，所以没有办法训练。哇，这件事情还真的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人不够啊。当政府告诉我们抗中保台，其实呢他会好好来训练这一些好可能是义务兵的时候，告诉你你不会站在前线，但是我们会给你直接的很好的很完备的训练的同时，人不够没法训练，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政府的抗中保台呢？还是说在电影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抗中保台的精神？这个零日攻击现在讨论度非常高，因为里面花到我们的纳税钱了。来带您看到的是文化部补助7100万，中华电信的补助呢现在被发现了，说基本上啦就是没有办法讲哦，原因是因为这个叫商业机密，所以呢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在报了，说不是第一次我们补助这个事情啊，你记得吗？那个流麻沟15号姚文智做的那部片有没有？当年文化部给了他1500万，国发基金给了他2000万，桃园市政府给了他300万。哎，你这边加一加，数学即便再不好，你也可以算得出来，他也是一口气就拿了3000-4000万，是吧？说加起来呢，甚至有上看5000。好啦，现在大家就想问，这么样一件事情，难道我们问都不能问一下吗？馆长直接回击。今天光两个单位，他出来的金额就是1.1亿。那这两个单位是谁的钱？是中华民国老百姓的钱。你花了这么多钱去拍的这个大外宣，是不是有点过分？这个大家认识吧？哦，大家认识吧？他说中国在拍 A 片嘛，哦，那他也拍了一支这个啊，来跟他对抗嘛，这个大家认识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顾问这些人啊，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人，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人，哎，没有在演的啦。好，可是呢，真正的军事专家他们讲的是哪一党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如果要讲军事的话，那是一个专业的领域，至少你要让人家感受到你的那个专业嘛，因为你有找顾问来帮你了解一下背景知识啊，了解一下到底专业的内容是什么。好，可是呢，这张延廷就直接讲了，你找了一个沈博洋来，他就是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觉得这样子就很荒谬嘛。沈博洋，
他其实很不满哦，他理直气壮的告诉你说，我是担任顾问，而且我担任顾问是跟什么有关？跟假讯息、跟骇客攻击有关。黑熊学院不就刚好就是在搞这个认知作战，在厘清假消息的吗？所以他就讲啦，说这一些不会不实际啊，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资格当顾问呢？网络上面大家也开始在讨论了，说那沈伯阳呢？沈伯阳上一次提到他是因为台风天，然后发现他在日本啊，跟这个民众合照，才发现说原来他不在台湾，他人在日本，然后也在问啦，哎，这一些人，比如说林长佐啊，他其实虽然看他身材很好，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当兵等等等，那大家就在问啦，说青鸟行动现在又在出发，结果呢是在彰化这一边说要为党培育人才，他们就开始在讲啦，说这里面你那个图给他，哎，这个有点小哈，放大来看你会发现包括什么曾文学啦啊黄杰有没有，然后呢沈伯阳啊这一些啊林玉君等等全部不都是民进党的吗？所以他们就说你们不是说青鸟跟你们没关系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一些事情呢？还是说其实没关系就是有关系，有关系就是没关系？请教一下兵哥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当然啦现在两岸之间因为政府没有沟通嘛，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举动，特别是共机共建越来越频繁的来，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我早就说过，这以后都会变成常态。它会越来越密集。那实际上它在进行什么？因为进它已经进来了嘛。对啊。它现在已经突破海峡中线到我们24海里，甚至到12海里，所以它进已经完成了。然后呢，锁它现在在不断的在台海周边进行演习，就是在锁。是，以后就把你们团团锁住啊！是，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得见啊，其实其他国家看到这种状况，很多都是绕道而行，离开，尽量不要接近。然后，当然到下一步，如果台海之间冲突越来越高，那就是开始急，然后断。你看他们最近，他的039C，他的尾舵已经改成 X 型尾舵，那个干什么？你知道？他未来可以直接做底，他只要在那个海底做底，他又有 AIP 那个崛起推进装置。所以他的潜舰、柴电潜舰可以长期去阻断海路，让美军不敢随便接近，因为他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潜舰躲在那边准备攻击他。所以就可以确保他在攻击台湾的时候，外援可能很难进来。这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啊。那我们打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政府打算面对的是什么呢？不理他，就是不理他，完全当作没事发生。这就是我们现在唯一面对的方式啊。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然后叫我们延长了一年兵役，结果我现在才知道，当初不是宣传会打射红准啊，会射刺针啊，会操作无人机啊，结果你告诉我说现在人数不够，所以你没办法训练。那请问一下，你叫人家延长一年兵役去干嘛？那请问一下，你告诉我该有的操作，结果全部不操作了。那请问一下，这些人当了一年兵是在浪费时间吗？不然你叫他们去干什么？所以完全毫无意义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去浪费年轻人的生命的吗？该有的训练都不训练，那我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那林日攻击，老实讲，这本来就是一个民进党一方面照顾自己人，另外一方面协助他们做大内宣，实际上就是一个为了配合选举的一个东西嘛。所以他定的日期是明年才要播嘛，不是今年嘛，现在只是在做宣传而已嘛。那拿你民党政府搞的东西，拿你那个中华民国人民的钱刚好而已，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补助，你以为只有1.1亿啊？我告诉你，绝对不止，不止啦，绝对不止，不止啊！他其他还有透过很多其他的名目转过去。所以你看，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宣传是讲什么？说曹新成捐2.3亿，我当时就认为不可能，因为30亿我到现在都没看他捐出来。那结果呢？现在果然呢、啊，你的2.3亿给我骗鬼嘛？曹新成这么抠的人，怎么可能拿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说不要做这种宣传，那把人民当白痴啊。那老实讲，沈伯阳，你光听他这个回答，就他这完全的外行的外行。他说啊，担任顾问角度怎么样？骇客会攻击电网基础设施啊，在网络上发假消息啊，这些不会不实际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实际好不好？因为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有网络啦，你还幻想会有网络啊？你想的真美了，你的电力设施全部被人家截断了，网络也全部被人家截断，你会一无所知啊，还在那边幻想网络，这完全是个大外行。来，请教一下四刚哥。我觉得现在国军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什么船坚炮利够不够，或者是我们的武器够不够精良等等的问题，因为每年这么多钱去跟美国买武器，我相信再怎么样都不错。那
那重点是有没有人操作？嗯，之前有一个消息说非官缺人，对，因为旧的非官、资深的非官想要退，嗯，想要退，退的原因是什么？但每个人不一样嘛，每个人不一样，各有各人生规划啦。哦，那要先招考的又不够相关的一些资格，所以整个的这个非官的部分是属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嗯，可是未来两年后，我们是新的飞机是接机高峰期。哦，有很多的飞机 F-16B 要开始陆陆续在2026年开始陆陆续回到台湾来，那会不会变成说我飞机这么多，我人不够，我这个飞行员战斗员不够？嗯，你更何况飞行员他也需要休息，要训练，是也不是像这个二十四小时每天的这个每天飞上天去操，所以最大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嗯，人的问题，更不要说很多新式的武器，我们现在就算是一年去的话，你那个舰艇会操作吗？也不会啊，也不可能说我学历之后或者 学完之后稍微上手，我要准备退役了。是，所以我觉得人的部分是国防部永远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没办法解决问题。那好，你说这个大内宣零日攻击，我讲绝对不止一点一亿啦，国防部相关的配合，嗯，在相关的船舰，有没有看到在船舰上面、直升机上面，哎，这些都是要国防部配合的啊，哦，就外面的一般的民间制片商。就要找国防部没那么容易啊，只要有上面下令，国防部才能全权的配合，才能演出来那种逼真的场景。那这些的费用、这些的预算，无形的、有形的加起来，请问制作单位有付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啊，不要把大家的纳税钱变成民进党的大内宣。是，请教一下后知哥怎么看？因为这个年代还要拍这种片子，就是很可笑的事情啊。假如说你就对岸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一天到晚拍主旋律的片子嘛。你这不就是吗？这个国蓝军讲的是什么军教片？这不是军教片，这是现代版的梅花啊！拜托，就是对啊，你最后取得最后的，这一定这种片子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啊，对不对？那你告诉我这个片这个片子要怎么拍？对，然后那个刚兵哥已经讲了一部分，我在想他怎么会去他设的议题设定在总统选完新旧还没交接，嗯，台湾最对立的时候一定是总统选前嘛。我怎么会选在那个？你那个东西到底怎么去设定的？我看不懂。而且就是说，他花了这么大的钱去选，哎，这个说二点，现在说2.3亿要拍10集，这个是绝对是史诗级。我跟大家算一下，嗯，你知道当初《通灵六集》《通灵少女》六集拍多少钱？六集拍2100万，嗯，他这一集要2300万，《雨二》十集拍4300万，嗯，好。然后天桥上的魔术师搭了8000万的景，记得中华商场，对对对，那个很漂亮。他那个十集拍了2.3，但是有8000万在景上面。嗯，斯卡罗12集2.2，华灯初上24集3.5。你告诉我，他这是不是史诗级？他每一集要2300万，他这种题材好，哦，卖得出去吗？你看国外在拍这种片子，好，哦，不管是拍政治的也好，拍军事也好，你像指定终结那个指定幸存者，好，哦。他最后告诉你，都是告诉你说，人民不要信任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最容易出卖国家。这部片子拍的是什么？通通错的都是底下的中下阶级。好，政治人物永远不会错，政治人物每个都爱国，然后所以大家团结在政治人物之下。你告诉我，这种片子拍出去是鬼要买你的版权，对？通灵、华灯初上，都这些都通通卖国际。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